今天路面怎么突然这么多石头？里面真是闷死了，终于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我最喜欢的独角兽泳圈掉了，不行，我要去把它捡回来。哎呀，啊，人鱼宝宝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受伤了？我先把你带回家吧。人鱼宝宝你终于醒了。我好渴，快给我水喝。人鱼宝宝别怕，水来了，你快张开嘴巴。咦，怎么只有一滴水吗？啊，水杯怎么是空的？糟了，今天家里停水了。对了，我带你去院子里的水龙头接水吧。完蛋了，怎么院子里也停水了？再没水我就撑不住了。人鱼宝宝别担心，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对了，爸爸订的矿泉水到了，人鱼宝宝你快进去吧。哈，太好了，终于有水了，我们赶紧回屋子里吧。小杰抱着水桶刚进屋里，突然脚底打滑摔了一跤。哎呀，好疼啊。啊，人鱼宝宝你看起来好美味呀。啊，小杰你快救救我。对了，小猫快过来玩游戏吧。快看这里，哈哈，你去那边自己玩吧。人鱼宝宝现在没事了，我带你进浴缸里吧。这个时候应该来水了，可是水龙头怎么还没水出来呢？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变成鱼蛋了。难道花洒被堵起来了吗？嘿嘿，肚子突然有点饿了。人鱼宝宝你快给我填填肚子吧。小毛你快走开，小杰救命。原来花洒刚才被堵起来了。哈哈，终于有水了。哇，浴缸里的水都溢出来了。小杰我们一起游泳吧。好啊。小杰和人鱼宝宝在浴室里痛快地游呀游，味道刚刚好。咦，浴室里什么声音？忽然浴室门不负重荷被水冲开了，屋子里的水迅速涌向了屋外。孩子们，这就是人鱼宝宝离开大海后的理想故事了。妈妈 What?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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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eah. What? Let's go. Okay. Okay. Here. Okay. How strange. Why would he run? Oh, yes. Eggnog awaits. What? Let's go. Is OP. Yeah. Oh no! Gotta get that loot. Oh no!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the hell? Oh no! What? Let's go. No.